所以我已经决定第一架车送边个出街啦，大家唔好阻住我。哦，特级厨师喎，特级厨师系啊，冇错啊。第一件出菜嘅就系吸金毛。如果冇估错，呢、這个 skin 应该系有歌听。哦，有背景有啊。你讲边个？你乜嗰只咯？红衣嗰只就会叫嘅。啊啊！咁啊咁，哦，咁、要听起，要听足八分钟啊！系咪其中啊？系咪其中？系啊，冇食紧啊！我冇食。咁齐人又打 L O L 啊？系啊。睇先，有咩玩？有冇人啫？又系，真系好谂唔到几百。你谂下个三星菜贵完全零分喎，有得一路电一路翻屋企嘅原来。你可以试下行快啲。咦？咩啊？边度有得吞啊？我大忌吞的喎，要哇好快呀，我真的是哦，可不可以收对面队今次就唔到你发位，我仲喺度兜嚟兜去，兜嚟兜去红吉胶咁屌。哇然后 Q 中人会回血个脸中佢脸，啊咁中意放盾啊，一次过晕晒，哦有头，快啲落咧，快啲落咧，屌，喂，变大，佢变大，哎变唔到，变唔到，讲啊佢，我都，佢都未落咧。佢就係爆咗黑屌！你冇先，咦啊！我嘅人想执鸡啊！啲炮，屌！我叫嗰支鬼佬炮，知人想执鸡。你唔多一次呀？
好扰攘啊！我嗰啲人好扰攘。我话话 dead， 做啦，我话。再领埋塔龙先，哎呀，塔龙俾冷。哇！哇哇！波加变大，我点解我哋好似唔应该企埋一齐嘅？咁样会碌卵嘅啫。卵整起嚟，我变大一条。哇！哇！哦，行形式咁打落去阴公，哦，原来舐舐佢回好多血噶，原来舐舐舐舐。啱啱人挡啊嘛，我啲嘢头好易降啊，屌食啊食啊食啊！点？我俾机会你食。吓，但唔中喎。哇！你点啊，肥佬先？点啊，黑木？咦，我架掟唔到。哇，关卵事啊！佢可能玩，佢唔中意买相机啦。喺边边带，搭二边带。搭二你边带喺住。哎，仆街 ，sorry。睇嘅，你啲音乐佢哋。塔林打都唔识死啊！唔会啫。惊输一世喎，唔系惊阿龙阿龙仔系嘛？真系好意思讲呢句嘅，点解咧？边大边大预备边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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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哇好乱，好忙啊，挂住执嗰啲嘢。头都唔记得执，执咗，我喂，我喂，你回城音乐咩？
冇卡，你冇惊冇惊冇惊。得你唔惊佢，剩低我两个。走啦，仲望低能有塔。唔希望话得你啱，仲望。塞指定的效果，你所要复活的目标是塞效果处理器材指定，所以你可以复活拔除了器材里面的同后门怪兽。第三个效果，我方卡片效果让对方怪兽离场后受目的或是除外的场合拔一个素材，以那些怪兽中一起对象可以发动，将该怪兽在我方卡片中召唤。第三效果就是要配合我方的动线，当对方过来了送礼之后可以一起连锁发动这个效果，拔一个素材把那张怪兽全部招过来做效果。那注意一下，发动这个效果需要符合该怪的最高条件。比方说，超雷龙它不能用这样子最高，不能超雷龙发动这个效果。不过，哈罗莫斯的总后门，你找我来，十连都了，你先。它有两个素材，只有多一个素材发动它的特效，偶尔会用到而已。这两张召唤怪都非常实用，可以用使用的总后门一卡来出，通招使用，然后发动它的特效，是唯一总后门怪兽。之后你可以结成十雷之甲，可以二速的拆动，然后给其他场上的总后门怪兽抗拒。那也可以结成阿罗莫斯，然后阿罗莫斯可以拔他的钱财复活一只怪。比方说你拔这两只直接复活重造场上，上场之后就可以再炸一张火线，等于说你单卡就变出了两张怪兽来破坏了对方场上两张火线，可以利用回合拉开几率的情况下的方式，或者是说利用这个塞拉的重复配合这张幻影之一张爱情线，可以在集合发动火线之下，发动之后会变成一张火线怪，可以利用这个效果来触发塞拉的效果，让塞拉可以从海底里面最高级的。假如你是有动线的话，投不了不回。红希，你够钟翻屋企出装未？哇，你依招一技之中，我屌！再是第二代的重后魔怪兽，第一张。我曾经红希在给他签。带着重后魔。红军二千几啊？咩开股？红咩开股就几多钱起身？买到相机啊？哦，呢、這个唔够唔够唔够买。买相机定旧机先？旧机一样钱啫嘛，不过唔系唔买旧机啫嘛。哦。开始资源比较少的时候比较难发挥，而且你所覆盖的动线体影响到体外的副作用没有办法规避，你那些动线体没有办法再次进入这个世界的资源就比较可惜一点。第一张新卡尼亚的重获国，第三效果一回合只能选一个使用器，这点很重要哦，第三效果不能够互相配合，但是一回合只能够选使用。第一个效果是将我方场上覆盖的电子卡一张送出去可以发动新卡动作来特殊召唤，它是一个手牌的特招点，手牌的使用效果重物陷阱卡可以特招提升，手牌使用效果也是本家的怪兽效果，可以触发场上塞拉的效果，把牌组里面的一张重物陷阱等于是说没有损失的就可以特招。第三个效果是我方魔陷区没有卡住，点解咁辛苦俾我两万条佢翻嚟啦？对，是我方过去的重陷阱，点都你行，比赛比赛比赛，这个效果所覆盖重物陷阱是完全没有难度的，但是它的条件其实不太强。哇！即刻轉下望到我啊！哦！放出嚟，之前嘅放出嚟咪俾你咯，咪咯，啱啊！哦，你系红飞红飞红飞，红飞。我想话，点解你唔你下两个月冇翻过嚟？我有我翻嚟啊，咪俾嗰条一嘢舐死都得两格血咋？我都唔系，所以我本身想话你放个风就够噶啦。我俾一枪，我有放啊！我行得快过个风啊！我行得快过个风，奶咗你！你行得快个火箭，快个风。
样是不行。斩鱼弓。如果说能集合各用一次的话，哎、欸，我记得还有个咩叫生鱼的效果用。是变身吗？比方说你平常做御敌，你可以通宵提纳，然后定成一座再拉到场上，之后你发动攻击里面提纳效果，把它除外掉，从攻击里面把将后线敌人带出来。啊，都是靠黏黏多啲啦，咁多啲，咁多啲。林二，朱先啊，你第二次。嗱，我成日拱前啲，你觉得有冇机会？喂，系仲波仲波，大镬，救命救命！垃圾咩两仲唔播？垃圾咩两仲唔播？搏屌！嗱，呢个雪球怪，嗯，点解呢个？你喺啲屋企门口有个之前嗰个斩嘅人，人哋斩在屋企门口啊，大佬，收咗落嚟噶，我追人哋买相机，之前呢个走乜出呢、這个？我系佢唔出嚟住啊，低能！我原来他自己会加热速。Alan， 你要唔要考虑下？一系我哋就 cam 鸠佢，如果唔系我哋就 cam 鸠。都准备买相机。四个啊，咁多个。系好捻多个啊！啊！冇啦，冇啦，冇啦！我惊。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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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嘅，快啲，佢。哇！喂，跟住，跟住。哇！原来咁远地，啊屌！我仲以为近塔添 ，PK 近塔，我带佢翻屋企。哇！阴公黑龙俾人督背脊，真系督烂。以为可以打到一个狂风之力走咗啦。狂风之力得开 A 轮，A 轮又俾人无啦癫线，哇！我执到一百粒嘢喎，好犀利啊！咁你攻击佢而家几多？而家攻佢而家八咯，哇！得十八攻廿啊，真。25%爆擊喎，你 100% 喎已經，你可以賣咁啲暴擊裝去換翻到攻速算 only 喎。得，好有用嘅全部都。點？放撚完我記未啊，大佬？火红牺牲焦点，我成功令个八婆收爹喂！想打我？个八婆一开大旗我就吞咗落肚食粉咗。
槍槍暴擊。嗯。咦？倒吹咗喎。阿超知嘅嘢啫。有嘢食嗰度。哦，玻璃！哎呀，仆街！啊，唔系红阿芝，走开啊！走开！哦，哦，冇咗，冇咗人头。我见到啲人攞住把行刑刀走过嚟，救命！噶。有五公分，咪一刀俾人劈咗边水平？好玩，好玩，好玩！红飞啊，我想问你。